感觉我色调怪怪的。嗨，叫我调个颜色，等一下。这个颜色呢？好一点吗？好点了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没有关灯，刚刚开灯。我找个地方支个手机。我们今天救命！你呀、啊。怎么可以睡着啊，我那么努力的开着公交车，你居然给看睡着了，你这是对我的不恭敬。哎呦，你知道我听了会伤心吗？看看我拍这个镜子，你们看不到我。对，就叫公交车模拟器。我可以，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才能做到人和这个屏幕同一个界面呢？我可以这个样子，不行。Hello， 不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我就是iPhone， 只有 iPhone 有点歌吗？哦，就 iPhone 有吗？我我还以为安卓也有呢，安卓没有呀。点歌是你们唱给我听吗？我唱。打错数字了。Hello， 怎么是我唱呀？不是你们唱？不是点歌吗？哇！谢谢 GAZ 的舞狮，祝你天天开心，新年万事胜意。我下载口袋四八。啊！为什么我这里动画每次都会播放两遍呀？晚上好。哦，下载口袋四八了，在下载中。Hello， 我现在家里的宽带已经升级了，很厉害，是 WiFi 6了，已经是用上 6G 网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不会有人现在还在用 5G 网吧？我现在已经是 6G 网了，就是我的 WiFi 的那个左上角有一个小小的6，就是 6G 网的那个标识，很厉害。我可能是全地球第一批，真的吗？用 4G 网，我登录吗？哇！谢谢红豆生南国的4G虎虎生风，不，
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万事顺意，然后天天开心，事业顺利。你还在四级吗？那我把我的六级分给你们，我五级好了，分给你们，你们也五级，然后我就给自己降级。哦。花荣 APP， 好厉害呀！去隔离点上班，好辛苦呀！不玩公交车吗？为什么？我现在我就点开公交车，等一下，我就是你们想听我唱歌吗？还是我晚一点再拿那个口袋来？欧卡是什么？欧卡是卡拉 OK 吗？那我重新登录了，那个手机有点卡。欧洲卡车没有意思，欧洲卡车不好玩，我们要玩中国公交车。主机游戏啊，那我现在玩不了，我现在身边只有一个手机，一个兔子可以玩。泥头车，安卓不能听，那我就开那个 iPhone 的吧。大家拜拜，我登录一下。登录，不炸公交，谁炸公交车？尊重，哎，我没下载微博，等一下，内存不够，删掉了，内存不够，删掉了。不炸公交车，我们先玩一局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已经提前升级了公交车，太强了我！我能调音效吗？哇！天天撞一路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不想玩公交车了。突然公交车它没啥意思。调音什么音效呀？跟我那个喇叭一样的音效吗？君君，他今天一直在睡觉。我什么班了？真的吗？下雪，我扁了。Yes。君君他今天睡了一天了，兔子星星越来越漂亮。好，我登录，我切换账号了，我现在要关直播了。啦啦啦。嗯，我换 iPhone 去看看。Hello， 我每个人等我一下，等一下怎么有区别吗？不行，搞来搞去愁死了。哦，有区别。兔子，
上好。我吃了，当然吃了。这颜色怪怪的。对，吃了兔兔。你觉得这个镜头看着怪怪的。我把下巴弄掉。就是真的吗？印度人会讲华语，好厉害哦！我就不会讲华语。嗯，你这 iPhone 的滤镜还是比较好看的，是错觉吗？看不到吗？我也觉得，我也感觉怎么看都好看，太臭不要了，越来越臭不要了，怎么看都好看。谢谢梦回故里的巧克力。上海不是在下雪吗？我爸爸说外面在下雪。但是我不相信，所以我就不没出去看。我今天想出门，结果被爸爸凶了一顿。他说外面都是疫情，他凶我。我下次和妈妈出去不带他，生气。你不是去睡觉吗？兔子，Hello， 怎么点歌？还有双人曲，还有双人曲。好厉害啊，音效可以，我震惊了。Hello，Hello， 我的 Hello， 听到我的声音吗 ？Hello， 我的声音奇怪吗？没电了，啊，没电了。我都没电了，怎么办呢？我手机给我打个灯。美丽之物是我吗？等一下，我去给那个灯充个电。这光怪怪的，等我充个电，等一下。充电器，哎呦，怎么就没电了呢？
钟充电，装好了吗？哦，开了。哎，君君，再见。Hello， 我长得真好看。等一下，关个灯。哎，兔子，你别在我电线那边捣乱。什么？可以直接唱吗？怎么唱？我要开声音吗？我怎么开始唱？怎么开始唱呀 ？Hello， 晚上好。看到了，哦，好厉害呀！啊，君君，走开，快爬，君君爬，走开。哎，进去关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好厉害，它就是有一个确认的界面。等一下 ，Hello。我现在说话像不像外国人？嗯，就看不到吗？我没事，我现在说话像个外国人。我现在要转一下头的萝莉特效。Hello， 我现在是一个萝莉特效。嘻嘻，兔子，你赶紧给我爬，看着可以听，可以找人带点。君君，进去，别在外面晃，我老是分心。哎呀，我这调个亮度。我惊了，我太好看吧！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和鲁静平一起打了个游戏，然后呢撞到了一个时间，然后他就把我拉到他的社团里面去，然后说明天中午11点我们继续。好的，我明天要早起啊，开心。很久没和他一起打游戏了，我都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。什么是剪科呀？然后就是君君，等一下，我回来了。他进去了，哇！
有那么一点好看。铁窗泪，君君，亲亲，他上厕所去了，不管他。哇，我太好看了！算了，我唱歌。哦，戴耳机是吧？我拿个耳机，等我再等我一下。听得见吗？在哪儿？哎呦 ，Hello， 怎么吓人啊？好过分！是我这个细细的，不是摸的，我不是东西，我不是东西，你们要搞清楚这个语法好吗？我不是东西，我是一个 people。你叫我再调个光。那、啊。等一下，来了。哎呦，听得到兔子喝水的声音吗？萝莉音，我开的特效。我开始唱，对呀、啊，我今天喝了那个1782年的那个茅台酒，非常厉害。君君喝水声音太吵了，知道吗？哇，救命！那对我唱歌，就唱就可以了吗？哦，加载资源，321，哎，等一下。哇，好厉害呀、啊！哇塞，好厉害！哇，真的有，呜、哦，呼，这光线也不错。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暂停。什么混响？开个演唱会的混响吧。音乐大一点。
可以调时间吗？流行是什么呀？摇滚，我听起来摇滚吗？还是录音棚吧。谢谢鸡翅的荧光棒。哎呀，这光应该不奇怪吧？我自己觉得我的声音比耳机里听起来的要可爱很多，但录出来的好像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能听到一点效果。啊！哎呦，
能听到区别。哈，喂，哈啦，笑死我了，这什么？嗨，哈哈哈喂，嗨 ，good afternoon。真的好厉害！我一口扔一下，好厉害！救命！大家晚上好，好可怕！救命！怎样？这是什么声音？不要。这是 Hello。一半本。何时？啊？外国人读写云。这样吧。行吧。这样的声音比较适合我。群群。我就觉得那不适合我，我都听不清楚，小喉咙有痰呀。这个声音就很不错，很外国人，有一种自得鬼畜的感觉。君君不怎么样。你就不怕我的耳机被他摇掉吗？太坏了，简直了。算了，怎么会讲爱人话？真的吗？你在充电吗？好了，大家晚安。我觉得没什么要直播的了。二叔不是很想唱歌呀？唱歌难听吗？哎，哼，我唱歌难听吗？我觉得有点难听，就是风格很限制。这光好奇怪哦，我关掉了音效了，好吗？君君，他在舔他的尾巴啊！不要咬尾巴！今天鲁金平害我出丑了。Hello， 晚上好。
他把我拉到了他的社团里面，然后他还就是给我做表情，他做转圈圈，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转圈圈，然后我还给他撒雪花，让他跟着我一起转圈。然后后来他跟我说，我们发的这些动作都是会在公屏上显示的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就点进了公屏上一看，全都是我在那边转圈圈，太搞笑，太无语了。他在钓鱼执法，然后他还把我和他的聊天记录截图出去，在他们的群里说我蠢，我要不再调个光。这光怎么红不拉几？是我看那个红润。君君，不行，这光不好看，我调一下，等我一下。这个光不错，也不行，想要个紫色的光。我说了，我去调光，不要问我哪去了，哪去了。我妈最近废话也特别多，她问我房间这样我不难受吗？我都弄成这样了，那说明肯定不难受啊，就是好多废话呀，哎呦，我累了。就是。我在家里已经开始在被批评了，非常难过。君君天天在家，怎么天天不被嫌弃呢？不可以，可以给你们看，肯定早就给你们看了，不可以给你们看，所以才一直不给你们看，这么简单的道理。不要让我重复多遍，我累了。君君不会讲话，谁想被怼？我还可以拿小皮鞭抽。这2天被爸爸妈妈嫌弃的我，就是非常的，火大，也不是火大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什么？说出来啊！说出来！对了，顺带一提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，你不可以。那可以不要说。如果明天还没发工资，是不是就得下个月了？我就是好奇，随便问问。那应该就是了。固定时间，哦，我
懂了，那就是放假回来了。哎，头发抽死了。你们五号上班吗？不是上班，那对了吗？就是说，啊，我，对，但是，君君。对，可以让发顶立起来，但是你得一直卡着。我看起来清楚吗？谢谢学习帝皇侠的红包和虎娃娃。有点模糊吗？我看得很清楚啊。我看得很清楚，你们手机怎么回事啊？行，照一照。照一照。清楚了吗？照错地方，这边。清楚了吗？有清楚一点吗？对，我是不是很机智？哦，我是不是胖了？这什么破镜子照得我脸都肥了。等一下找个角度啊。这边这个光照射过来。之后呢，我在这边照射一个反光器。噔噔噔。这边能吗？这是直线照过来，我要设置在这边一个反光板，再往里一点 ，OK， 在这儿。这似乎没什么太大用，离我近一点就好了。你就放在这边，等一下。有用吗？你是我老婆。我现在其实在南半球，我们现在是大白天，不对，我现在其实在东半球。我现在在大半天，呸！我现在在西半球。我们其实现在三个球都被我说完。我们现在其实在西半球。我们现在是白天。看，这是从我的窗户里面照出来的那个光。
耀眼夺目，有没有？对，哎，这个镜子似乎没什么用。哎，这个光是有用的。Hello， 晚上好。谢谢派的红包。对，感谢起来有点奇怪。君君，你们看他在睡觉。好了，不看了。不看房间，它是三层楼，房间给你看了一个角，你再看。哎呀，这边是我的奖状，不是想不想给你们看的，这没什么好看的。哪有，很乱，我不是，我房间都是奖状，不想给你们看啦。不要告诉别人我房间里都是奖状，这样不好，我们要低调。哪有多学习的，也有不少体育的，小学没几个奖状其实。对，就是这个视频，这个直播只有女孩子可以看。对，女孩子的房间就是你们不要看。哇，我太帅了。我不会骑摩托。你如果看过我驾驶公交汽车，你就不会想看我骑任何的车。很可怕。我开车我就喜欢贴着线走，因为贴着线比较安全。如果有昨天有看过我昨天驾驶公交车的直播的人，他一定希望我不要碰任何带轮子的东西。Yes， 驾照没有，我偷偷开的公交车。昨天开了好久，开了5个小时的公交车，累死我了。我看着模糊。哦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我换个手机。再见了大家。累死我了，我调个光，等我一下。
是君杰哼了。哦。为什么安卓的还没更新呢？好冷呀！我怎么不能开空调了？我怎么感觉我有点模糊？我开了那个吗？没事，我家里的电是家里的电。我再调个光。哎呀我。我来了。哦，暖暖的风拍打在我的头上。什么？你在笼子里还好吗？挺好的，感觉它会跳，当然会的，它会从它笼子里面的二楼直接跳到我床上。它如果被逼急了的话，谢谢子琪的花花，他想理我呀，他就是不想说，不会说人话，对不对？君君，我们君君不会说人话，好可怜哦。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个开空调吹，今天不一样，今天的公交车。是不想再看吗？不行，今天我们啊，这个这样看这样吧，我跟着镜子里面来，那个我就是通过镜子然后来我先设置一下我们的路线，我们的公交车名字要叫45路，紧跟时事，然后从松浦大道前往新阳路，途经站5，河沟街，还有什么路呢？新建一个45路，我要再来一次，解锁索菲亚教堂，经过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就经过索菲亚教堂，好了。Hello， 什么？装个手机支架，
我们现在开始发车。我经过了昨天的教导，我有序了。哦，我跟着镜子操作就好。严禁携带。不、哦，我往哪走？等一下。你开门呀，你倒是。给我开门，等一下。哦，这边也有个门。哦，当心啊。哦，顺利出来。反了，怎样？我想了一个好方法。这个车，哦，极限转弯，棒，做到了，冲啊！不要撞到别的车辆。谢谢，你就叫我小玄霸的红包。谢谢我的昵称，果然有问题的虎娃娃啊！闯红灯了吗？我没看到呀，我近视。呜呼，好快，开得好快！我这个车时速有110公里每时。怎么有声音啊？我是不是贴着边走？好的，我又掉了一颗评价。嗯，哦，开反了。哦，好了 ，Go！ 为什么不开？你不要藐视一个司机的梦想。我跟你说，今天你瞧不起我的梦想，明天你就会在我这车上。哎，我等一下，我没看地图。好狠的心，因为我有一颗镜子，因为我有一面镜子在我面前，我现在在盯着镜子里面的反光。黄灯吗？你观察好仔细，我都没注意到。啊、开过。等一下，哦，等一下，再往前啊！哦哦，转过头了，君君，别看我，别看我，我在专心。来吧，没有逆向行驶，不会爆，不会爆，我们车不能携带易燃易爆物品，不会爆，不会爆。我是不是卡住了？
请拉好扶手。哦，走。走起，请拉好扶手，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安全。对，我在看那个镜子里的反射。你帮我放卡农，我手机里没有。我还有10%的电，可能玩了开了一半就关机了，也说不定，也不一定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没注意。噔噔，我像是一只贪吃蛇在吃着那个。看红灯吗？没事，这里车少，不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哇，对面有辆贝格车，它是我的梦想，我以后也要升级。关机会进入循环吗？谢谢派的红包。什么？你好像那种坏人。不是不是不是。等一下。后面的公交车老想恨死我，真是烦人。进去。请拉好扶手。哎，你车逆行了，你撞我。这年头有没有王法了？谁？我撞不过你，行吗？奖励一颗星，收入5倍，就5颗星。滚，关广告。什么什么？我看看弹幕。我们的车平安到站了，不是奈何桥站，我们不卡那边，我们正规的那个，我们现在是正规的车好吗？正规的车不到奈何桥这种地方的 ，OK， OK， 5倍奖励，哇！等于是5颗星的评价，棒！太强了，我太强了。玩了，开车开累了，你休息一会儿，手机再见，再见吧，朋友。棒，我关空调了，热死了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公交车司机真是太难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还清理乘客留下的垃圾，乘客到处乱丢垃圾，太辛苦了。啾啾，5星好评，对。Hello， 你们还有什么想看我玩的吗？
我现在，我现在，无聊了，开始无聊了，抽什么卡？抽卡不要钱啊！君君，不连麦。我把君君抱过来吧。Hello， 没有啊，早抽掉了。不抽卡，不抽卡，不要，别想让我抽卡，烦死了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把兔子抱回来。我差点摔下去。这也是本命年，换什么车？你不想看我的反应吗？君君刚刚睡醒，我不知道。嗨，打个招呼，谢谢赫兹零六。努力学习版的红包，走过来。哟，别挠我头发。救我假头发，真可爱。君君困吗？想睡觉吗？我送你回去哦。我累了，我找个支撑的。不是放假了吗？我还以为今天在逗我呢，一会儿放假，一会儿不放假的。
其实现在就放假了，在喝水呢，人家在喝水呢，干嘛？干嘛？你们俩外面在下雪吧？啊！真的吗？哇！我看看，外面在下雪。我等一下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！我看看。让爷看看，让爷看，真的耶，真的耶，在下雪，看到啦，看到啦，下雨呢，下雨加雪，切，再见。雨加雪，别叫我，浪费我精神。不怎么样，上海堆雪人，怎么可能呢？上海怎么能堆得了雪人？害我浪费我精神，我不跑出去。君君起床啦！懂。懂，没看过雪，浪费我那什么，我跑出去冷死了，结果就是个雨夹雪啊。我也玩过雪，我小时候玩过雪。嗯，嗯，你们这些一直可以玩雪的，不要说话，我很生气，呸，我很生气，不是我很，哎，我刚刚说了什么？感觉像不太像是一句人话，嗯，哈哈哈哈哈，咯咯咯咯，去雨夹雪而已，嘻嘻哈，冷死我了，想开空调。起话，嗯，没有什么起话呀。刚刚出去冷到了，我很讨厌热风往我脸上呼呼的吹，那会让我感觉像是一个蒸笼里的馒头一样。嗯，这是我讨厌空调的原因。冷风可以往我脸上吹，但是热风绝对不可以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要开这了，救命啊！君君你会冷吗？他君君不能开制冷，他怕。是呢，这比喻很正常，很正常。你想想，你在一个蒸笼里面，
然后那你肯定就是包子啊馒头对不对？我能想到的直播企划就是玩直播玩不同的手机游戏，直播玩不同的手机游戏。我也可以，也不可以。谢谢我的昵称果然有问题的梅花。带大大健身，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大家不一定会跟着做。然后，也可以带大家去逛，出外面逛逛。如果我起得那么早的话，主要是没发工资，很多很多企划都没法做。谢谢赫兹零六努力学习版的金吊坠。你空调怎么不动一次？它到温度了吗？没发工资，没法买新衣服。要等年后了，会发微博。今天的妆好看吗？等我，到时候去计划一下过年的直播。计划一下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我要敷面膜了，现在可以直播逛街呀。我计划一下。还能有啥直播？因为我觉得24小时直播这种很无聊，就是中间掉线的人会很多，就是怎么说呢？72小时。我不要24小时直播，因为我觉得很无聊。上海很明显不可以放鞭炮啊，都说是上海了。不要在我这里问明知故问的问题。可以，君君代播，可以，棒，优秀，君君靠你了。上海现在没有卖这种烟花棒烟花的地方。
我可以带你们去出去玩，然后还可以干嘛呢？可以做手工，还可以干嘛呢？哎呀，好无聊呀，好无聊呀！五子棋，我超厉害，我跟你说，没有人的五子棋比我厉害。大家有什么好玩的手机游戏推荐吗？我可以下次直播玩。嗯，要比较火的那种手机游戏，不火的手机游戏我就不直播玩了。首先没有好看的电影，其次也没有好，最近也没有其他好看的电视剧。哎呀，我就是觉得这样每天直播就非常的无聊。嗯，哎呀，脑袋都要被抓秃了。上海过年真的好无聊，而且最近真的没啥好看电影。我今天看了一下那什么卖票软件，上面都是一塌糊涂，不想看，一个都不想看，很无聊。就是我现在要敷面膜了。嗯，打车咋打车费贵了吗？真的吗？嗯，吓人。想去串门，但是因为疫情也不可以到处跑。哎呀，好无聊呀。这个时间乱串门是会遭受社会谴责的吧？我现在要敷面膜了。那我来敷面膜了，大家可以看我一起敷面膜。敷面膜不卸妆敷没必要，无所谓，这不重要。没关系啦。
让我试试看这个白松露面膜，非常好用的一个面膜。什么？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是前脸，不要不该用的地方别用，该打修容的地方就是你不要涂面膜的地方，让它自然黑下去吧。不会粘吧？还好，不重要，那粘了给它拿开就好。那确实会有点粘，但是还好。果然我今天底没有搭好，我当然会黑啊，我是人啊，不要这样子就搞得跟我是神一样，到时候我变成黑不溜秋的煤炭球一样，那到时候哎呀，我粉丝都要脱粉了，说我诈骗，我人设崩塌，我变居然晒黑了，就是都会这个样子，不要给我安排那些乱七八糟的人设 ，OK？ 到时候弄得跟我塌房了一样啊，潘琪晒黑了，我防他。怎么变那么黑？救命啊！妈都不认了啊！还我女儿啊！救命！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就是一种变相塌房。你给我搞那么好的人设，对吧？我也是会晒黑的。我是御姐人设，你觉得我可爱，那就说明我还不够御姐到位。我会黑，什么不会黑偶像？这个有两种含义哈，对吧？不要搞那么高级的人设，我们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，对，而且也不是就是说白为美，我们健康就可以，对不对？非常求生欲很强，然后这世界上有很多喜欢美黑的人啊什么的，都是大家的审美。对，都好，我就是给自己打高光的地方涂面膜，不打高光的地方我就不涂面膜，浪费面膜，对不对？就是主要是把那些要涂修容的地方你都养得那么好，那你涂修容有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节省一点，就只要给那个高光眼，当然自然黑就会省修容，会啊。有的人他看起来很立体，是因为他面中还有那个，就是他脸上的那个，就是颜色深浅变化比较大，就是他白的地方很白，然后黑的地方很黑，就是就自带修容就非常
立体的一个面部，对不对？非洲可以开分，非洲有分团吗？会黑会黑会黑，会的会的会的，会的会的会的。我这就去美黑。对，如果脸上全都是一样白的，那他素颜的时候就会显得脸比较大，知道吗？因为就是除非他五官跟外国人一样立体，不然他就会看起来就是脸就是比较平整，因为都是一样的白，就是其他人远看就好像一张白纸一样。所以我们就是做合理的护肤，对吧？我今天就不涂太阳穴，因为头发它就是会那个太阳穴。好，我敷半个小时，我先睡会儿。就这里，君君，我自拍一下，看看。好奇怪，手机要没电，感觉头有点晕，空调关掉，热死我了。推荐这个白松露面膜，很好用。截图截的好看一点，最好再二次修一下，谢谢。对，推荐这个白松露面膜，它很好用。这是哪个牌子来着？忘了。上海植萃化妆品有限公司出品的，它可能是打版，就是给某个其他化妆品品牌打版的，然后就是我让他们把他们那个就是制作化妆品那锅子刮干净了，然后剩下就是刮出来了这么多面膜，然后就卖给了我们，很好用的。噔噔噔，我只抢到了100克，好多人抢都抢不到。主要是他们厂商要求保密，因为他们那个就是定做的那个品牌就是蛮厉害的。哎呦，肚子难受，是今天吃太多小饼干了吗？我今天吃了好多红宝石的小饼干，好像有点被甜的齁得慌。想喝水，我今天都没怎么喝水，我在家都没怎么喝水，好难受。你管他后面是谁呢？不要问我问题。不要问我问题。Don't ask me any question. Thank you.变黑了，这个颜色正常。
什么是炫草莓？君上来，怎么会？哪有满地草呀？这是妈妈放的。君君肠胃不太好，最近。君君。君君君君。他过来了，君君，君君，我在这儿，君君。对了，嗯，这这我说四岁就四岁嘛，不想啊！他在长大了。嗯，这里，嗯，甜甜手，啊！别咬我手，甜甜，滚！君君的72小时直播已经开始了，这儿想吃吗？想吃吗？对，这儿往这儿这边视角好。君君。可爱吗？嗯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宝贝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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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君君，这里想吃吗？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，吃饱啦？不想吃啦？嗯，抬头。抬头，抬头，这里。
实是水牛。这叫喝水模拟器。看它的下颚线，小尾巴，小尾巴，小尾巴，亲亲我们走。别下去啊。亲亲我们上来。不是芥末味的。亲亲上来。爷求求你。你爸爸，我求求你，君君爷求你了，上来，哎，真乖，这就是一只，嗯，好可爱，可爱到了，再来这里，这里，给君君吓唬了，哎。去洗澡啦，君君乖，好的，晚安，我去充电，我去洗澡了，啦啦啦。手机快关机了。对的，我洗澡的时候也直播，大家。啦啦啦！啦啦啦！啦啦！啦啦！你好好好好，我很快就回。哎呀，我要开个空调，忘掉了。
人们，我刚刚照了一下镜子，我太美丽了，我简直被我美丽哭了。君君上来，哈喽，晚上好，帅哥要洗澡去了。帅哥要洗澡去了，现在留陪着你们的是这只兔子，还没看到吗？那我满足一下你的愿望，你看，我洗澡去了。角度有点怪异，可以看我的录播，录播都很好看。晚安，啾，君君乖乖，看得到他吗？再见了，朋友。
来了。哎呀，大家晚安。哎，君君怎么跑这儿了？君君乖乖，他睡着会打呼哟。啦啦啦！讨厌家里的拖鞋，走起路来咯吱咯吱的。你别下来呀、啊、你！真烦人！谢谢 T 的荧光棒。晚上好。大家晚安。